家收看《北马搞怪团》，美食完食完食。今天哇 ，Steve 非常感谢我们的制作单位 ，OK， 因为他安排了一个节目让我主持《姐妹花家里面》，你们听到吗？《姐妹花家里面》，你们三个没有这个机会。SK、Irene、Jason Low、Sorry。姐妹花，你们有吗？姐妹花一定是美女。OK， 让我带大家去品尝他们的美食。走。哎嘿，阿 Steve 今天当主持哈，当然要给他主持不一样的美食玩水玩水啦。哇老诶，制作单位对你阿 Steve 还是金价北派嘛？既然给你主持姐妹花咖喱面，但我这里稿子好像写到这个姐妹花两个人加起来超过160岁哦。你刚刚说的美女，是不是你想太多了嘞？哈哈。Hello， 制作单位，你跟我说的那两个姐妹花，就是那两个阿妈吗 ？Hello。哈哈，看来阿 Steve 哈今天有点失望哦。今天美女就没有，但这里美味的咖喱面吃了保证和你看到美女一样西北送。欢迎大家收看北马搞怪团的美食玩水玩水。对了，这一集阿 Steve 会带你们大家去的就是走过半个世纪的姐妹花林桂香及林桂来的桥头暹罗咖喱面。这对姐妹花自50年代就蹲在阿亚一档巴萨桥头，帮母亲开档摆卖咖喱面。在他的母亲去世之后，他们俩的大半生的青春都在该桥头度过。这两位阿嬷叫卖的咖喱面远近驰名，多年来吸引各地的食客光顾。这里的桥头没有舒适的餐桌或者设备，卖的就是让人感受到浓浓人情味的咖喱面。我北马搞怪团这一集当然也要来 try 一下嘛， Let's go。 它主要的材料呢有猪血，这个老包 ，OK，OK， 它最特别的就是它没有那个人家说稀罕嘛，但是呢，它放鱿鱼，蛮特别一下，可以尝试尝试。不辣喂，不啊，好啊，我等不及了，我吃先喽。这个暹罗姐妹家里面呢，这里不只只有卖家里面，他们还有卖经济米粉哦。它经济米粉也是蛮特别，也是有鱿鱼，让我来品尝吧。嗯，不是很特别这个。吃鱼去吧，超赞的。阿妈敲门，哎，没得打包米呀，阿妈，阿妈敲门讲乱整里头姑娘，六十几年咯，哇，你就你乖的，就是安尼好吃啊，有影好吃，有影只多讲，有影只多讲，真的好吃。哎，哦，阿姨，方便梅露几回不？老婆，几回啊？八十一回啊？一八十三。哦，不想三回要。要知道更多美食的话，请守住我们北马搞怪团美食玩水玩水。其他三个不用理他们，记得我就好。Steve， 我是 Steve，OK？ 啊 ，Steve 啊 ，Steve， 你是我见过最哈谢的主持人了，也难怪阿妈笑你金价高了。那么和蔼可亲的桥头暹罗姐妹咖喱面，你们还真的没有来吃过，不觉得可惜吗？不如明天就快快去尝尝这富有古早味和人情味的咖喱面吧！谢谢大家收看北马搞怪团的美食玩水玩水，拜拜。